我弄上那那新房，阿明仔去打阿姨仔，等下有啥？咱国高有一年热，那也是很大。一定呢，伊家人过不是过阿啥话仗，面上嘛的那是多么不不过年五啦，屋里跟阿度年五八度，上马路街上面，我住的那河川局，刚刚们大面过过家嘛不不带啥。那天气温度高，人故社会处，你知道菩萨巴布利都蛮有急难救助，还能来拜寿，对人都别闹乱，噶把他们撒开都拜呀，阿达鲁玛啊，玛丽穆拉。今天播送农业改良场，所以啊，我们还有苹果、古力啊、巴鲁嘛，十种花还能来，啥啥阿米扎南沙、斯巴达巴巴巴拉巴丹沙、阿玛兹巴尔杜加巴鲁。马拉霍姑娘，我莫西卡达的毛萨，杜萨达杜干干，下面阿马拉霍，三尼卡马苏马杜古吉代，阿马苏马杜玛尼阿歪歪。行，马黑扎古，德米阿努尼亚族，那阿吉很大。你一定捏着，那还是很大。我的弟弟你捏肉，那而且很大。行东东汉吉那花莲一九三县阿扎扎沙，米扎里外都帮帮沙汉阿尼亚族，沙亚大家沙瓦吉提扎，马登那是都那马巴拉马图斯流沙达，做沙都家沙瓦吉提扎，比哈正古尼卡布布多尼亚努拉拉阿多尼亚努巴多，叫乌那马路街马达拉奥多，阿努马巴拉达扎沙阿开好阿芒啊，阿图古尼卡卡巴尔古尼卡达，做努。一直在阿拉古，在那马路街上面，我蹲在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还能来。刚刚们多阿米古古，干嘛不带提着阿里根阿多年乌拉拉沙，那而且很大。一提在阿比诺兰尼尼沙，有苏妈妈亚布克拉阿多年乌特博沙。五公尺、六公尺加古沙，爱扎嘛苏格多，一公尺多姑娘乌沙，啥尼噶啥乌也乌拉乌，那努努拉怪啥，乌得哎多啊，把个汉古那努啥，里哈拉瓦啥阿努阿幺，阿努马巴拉多啥，阿努马图斯里乌多啥，嘛不是多姑娘努伊嘛该在地里提布，阿达斯卡达，所以多努拉古。所以雨量大一点的时候，因为这个河床现在已经比那个稻田。还要高了，然后水大一点，雨量大一点的话，可能这个水就会溢到
这些农田。一点点不是够，也以花莲诺修古兰西啊烧瓦沙，一点点以花莲县到一九三县还能来公阿多，在一八八外上努水利局国民管内，一三二三，我牛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国民管内，啥？马登那是多阿米扎南，咋爱古古地，叫也以啥啥爱阿啥瓦扎民，啥？五年多五不格拉古达拉卡外多拉古，阿那么乌达多啥？也那弄啥？可是侬啥阿玛里克待在地里拉古？这个下游部分，一九三线下游这个部分，常常都没有做疏浚的动作，所以很多的溪流，造成这个农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隐忧啊，让他们的这个水稻田啊，这个造成这个灾害。一部分是属于排水路未整理所致哈、哦，所以我们当下也请那个前管单位啊，县政府以及相关前责单位，农田水利会之类的哈。就他们排水路的部分哦，应该要先行整理。一直在伊波斯过也以外咧，努秀古兰西是啊，维尼那旅贩阿多达古里奥，达古里奥阿多尼努阿梅阿多林雅阿多哈拉万阿萨瓦萨，马扎扎对个啥啥阿萨瓦，尼卡波波努拉拉阿多巴多，是阿努在萨卡姆卡米阿米桑阿米萨卡巴，是阿努达巴基多古达萨马巴拉多萨阿努马托斯里奥多萨，阿卡斯努萨阿斯卡达，苏斯尼伊瓦里埃努萨瓦。都不是过，啥都啥嘛了不阿过不阿拉过，自动一个咪啥个么外？行，咱再多阿咪啥咪啥啊？第二，第三个林过，每年有污水下水道，还能来搞哇？啥？第三一个林过也比龙，还能来啥？也咋咋？也你死人难，咋咋咋？啥？金沙还能金西湖？啥？那做是奈？啥？但侬去啥多面古边闹乱？那每年不是吧？啥阿咪啥啊？啥？每在阿干那，而且很大。一点点嘉陵区一比路，那么改在一中梅路，噶都可以中心路，也搭把改阿扎山阿对伊拉布拉布阿弟弟改在阿扎山，是啊，咪古古在地在那污水下水道，还能来啊搞挖乌沙，但路不好不夯沙多姑娘乌扎山，是噶我得一路比闹烂，阿木处理了，是啊，那带扎姑娘乌起些火，阿咪金沙，但你死人难阿扎山是啊。在那个度，啥在个啊，各各他们个啊，各诺你比斯人，你啥工厂啥，五年五以上啥哎啊管线，在巴西不一多嘛，你有胶还能那啥，那风很短命。据我们抽查结果呢，的确跟我们规范的强度不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严格要求厂商来敲除重做。现在我们也查到这个接管部分，这个没有涂胶也把接上去。大管接小管也接上去，所以这部分通一律要求这个厂商改正。不是俺阿廖那咱们上啊，啥阿妈那呀，都过你比上啊，阿都咪阿，啥是搞的？哎，都喏，农民闹乱，啥咪下面过，达的毛，啥每一年巴老不是多年五时间啊，多年都白收那个不龙安啥，廖那咱们上啊，白收，阿起码把他家来收。施工品质我感觉不好，因为他回填的时候没有压路机呀、啊，没有压路机，所以他们铺一铺哦，没多久就又都是空坑坑洞洞的，势必要重新就是说来施作。但是这一笔钱到底是全民来买单，或者是说施工单位他要盖锅承受啊？哈，这我在想说这个有这个主管机关他要厘定。那建设户努卡林库，那建设出黑尼萨，米料阿米桑啊，也安达加吉萨克拉白吉萨白苏萨，奥亚多亚米桑啊，爱阿公施故，巴塔卡莱萨，萨阿努马那亚托古卡哈米阿米桑啊萨，奥萨安托尼卡扎苏拉丹，阿迪扎公司啊，买内万卡契亚库，古尼萨巴塔卡米国苏托尼亚萨，爱在蒂尼伊哈米诺台湾萨，那行政院工程。会，什么吉林都多年八十八三的阿米桑啊，一定的甘林国阿米扎多，那做多啊八十八三阿米桑啊啥，其中一个米萨干么外？
买的阿没搭比少多，买的还大路马达的猫，你看伊那也过年有白说，阿比那我难上。伊那肯喜欢弄家庭过，社会处伊早多，恐怕的有济南救助金，还能来五十八亚多买的还大的猫，啥米龙个都都比那我难。阿侬待在对社会处，阿侬在啥个待在一扎边呀，帮伊转，伢还是修一滴扎，米手里都啥八啥比里万，啥八啥八啥八啥啥该多年五百亚，还能来阿做达啥个八多亚做达啥八待在对一。伊帮伊做安啥？阿个巴肚咪大概都在八百岁啊，几光好啊，白牙那而且很大。这边嘛，这边都安排着过年阿面子安。你个啥？伊在古当路嘛，爱都咪在阿说你个个。啥牌呢？阿侬你爱古牌数，啥牌子该都牛牌呀？安啥子？阿们到过年八百岁，阿侬咪在啥？个巴吉达阿在在店里，伊社会处还能来努力花连线。在伊在过年个在，咱阿咪安排侬你阿个话，伊滴在在喊啥？阿侬伊在过年有困难，侬咪在个巴牌呢？伊店里身份证侬咪在在在啊？伊店里伊社会处安啥子？在在店里伊家到伊这边诺家到呀？丰川阿派出所还能来安住在都尼在住在等，在在店里伊。比这个样多年五百亚一定高龄过，是马阿拉古尼乌极光海外阿百亚。一年可以跟我们申请一次，那在这个申请的过程里头，我们会开立一个换票证，那他可以到那个火车站去换取乘车票哈。那如果说他的返家的路途比较遥远哈，那车程可能超过了四个钟头的话，我们另外再发给80元的那个误餐费。噶只个咱伊说个买呢阿皮服务，啥对你伊拉不对你啥，对你以社会救助哈那奈啥，然后对伊说个你哦，急难救助哈那奈啊项目，啥五年呢一开来个能啥，俺在啥个单能个白说，啥个单路买啥，噶八代在对你以主管机关啥个干部，啥五年伊拉拉不对你伊说个你哦，救助哈那奈啊项目啥。u itu ni ekalai akai zakum kat cai katineng tak lihanau isau kuni u baru cut nuzuma sab dah hansa unya apa isu asas nuzuma hanu tau ami cukai mas. 真的临时不方便的话，当然是很好的福利。可是，就你不容易举证啊。急难救助要就是要留给有帮助的人才有用，啊，留给我们这种没有在工作的话就不需要。萨卡姆萨古尼乌县政府，乌尼阿贝说：“那阿要萨伊绕土萨古卡姆，萨尼卡萨伊绕古走古尼乌，那土萨古尼瓦鲁卓。那么阿拉古尼乌贝说萨，在比扎盖土尼那巴亚萨古卡姆，萨伊在阿米扎安阿乌尼土乌警察单位，阿土乌蒂尼伊伊加达外比扎盖土尼乌巴亚努米达阿马拉兹在土古卡乌诺尼，巴尼伊蒂尼伊身份证乌祖玛萨在那个阿拉古尼乌贝说萨古卡姆，萨伊在阿米扎伊蒂尼伊直接乌拉的卡土古埃扎，绕土古米阿拉埃土纽阿贝说62古达姆达米阿拉埃萨。”你看，现在阿布拉在阿盖在古巴比多马拉埃，在阿在乌卡穆努尼乌县政府，乌尼那社会福利阿资源萨，在古达达用古尼伊少，萨其他萨都萨萨萨蒂门努米达古尼阿卡瓦奥，只伊米古米萨卡穆埃。哈马蒂嫩多吉达，按照那行政院民会，萨巴尔卡尔库汉尼多呢，乌萨布斯金诺阿迪瓦多卡穆努米达哈那奈，萨阿卡多库汉多，那伊蒂奈伊卡林古北部国小，那巴西巴那埃阿塞当吉一万不定萨，埃蒂尼吉尼扎阿巴伊斯朗阿巴伊莱多，马米斯金阿迪瓦瓦米阿米朱达代，萨萨卡潘古尼皮朱达萨在汉萨马汉尼斯金王阿奥萨卡卡。爸，阿米萨卡达阿米朱达卡姆萨，阿伊扎萨奥扎很大，是一万阿塞当古米萨卡姆埃，那而且很大。现在时序已进入了寒冷的冬季，在花莲地区的各个部落呢，正如火如荼的展开了狩猎季。在这一段期间，外出狩猎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保暖自己的身体，保持自身的健康。这样才会有活力面对一切的挑战。除了这个之外呢，紧接着就是我们学生最重视的原住民学生取得文化及语言能力证明考试。对我们原住民学生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认证考试之一呢。在这里，我预祝所有我们原住民参加考试的学生努力的冲刺，取得自己认为最好的成绩，得到所期待的能力证明。我在这里再次的祝福各位都能金榜题名。塞兹朗多，一大五娃娃能塞吉莱亚，不改，谢谢。
看娃娃那边到别的菜单，妈爸爸哥了啊，米苏哥那来啥？哎，沙巴都塞阿布拉沙巴塞的米埃，爱迪尼国立艺术馆沙巴搞来多少年了？哎，在澳洲哈尼大吉那行政原住民委员会副主委吉林江义过米沙干外，那而且很大。今年全国原住民族儿童绘画创作比赛的颁奖典礼，即将在12月11日在台北的国立台湾艺术交易馆来颁发。这次参加竞赛的儿童的画册呢，总计啊有3876件，经过评审荣获特优奖的有80名，我们要颁发他们奖状跟奖学金1000元，还有纪念画册1本。这次颁奖的时间在12月11日，他们的画册会展到12月19日。那么这一次呢，获得特优奖的这些同学里面，最多的是花莲县有16位，高雄市有13位，台东县有10位，合计呢有80位，我们恭喜他们。好，那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啊，包括这部刚木农民大屋，比那炸弹还能来，啥是外给那妈妈老不是阿刚木还能来啥？以前我跟你把大家弄的都能有发展小组还能来啥？爱迪尼伊高雄茂林啥？爱迪扎阿妈他等于一首都十八个呢，都把啊包括这部妈妈老不是阿刚木农民大屋比那炸弹还能来，然后还能带给那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吉林江义过米萨卡木外，那而且很大。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了要抢救濒危的原住民族9种的语言，有萨基拉雅语、格玛拉迪、绍语、萨哈鲁瓦语，还有嘎纳嘎纳布语，再加上塞夏语跟卢凯下三社的茂林、万山、多纳3种方言。合计9种濒危的语言呢，在今年推动抢救的实施的计划，同时请这些彝族呢也成立一个保存发展推动的小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了要切实了解目前执行的成效，即将在12月上旬会在高雄市茂林区举办9种语言工作人员的检讨会跟访视的工作，听取这9种语言推动工作的执行情形跟成效，同时呢会召开一个综合座谈，大家彼此交换推动抢救工作的经验跟心得，使之呢未来在推动上面有更好的一个成效。一做啊，国家上不按路你啊做，那而且很大。哎，咱们马林啊，多个多个，12月14日，哎，花莲东华大学阿巴丁南盖地下动漫年物创作营。12月15日。你花莲德兴运动场，爸爸不个人米巴纳。12月15日，给你花莲县文化局阿姆达就古花莲合唱团。12月16日，给你花莲县文化局还有地藏古木达的外。一定一年说，一抓米给人多，搞苦力安哈个，那而且很大。名利旅行社有限公司，米给人多嘛米的不，阿米苦力一定以花莲市米苦力。亚细亚观光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米给人多餐厅储备干部，爱花莲市米苦力。
辉和股份有限公司米古林杜玛米阿西阿米古利埃迪米花莲市米古利。热带雨涂料有限公司米古林杜防水工程阿米古利埃迪米花莲市米古利。锦城景观绿化工程米古林杜模板工艾迪尼布斯库米古利。半坡鱼四季大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米格林多房屋阿米古里爱艾迪尼花莲市米古里。东浩国际有限公司米格林多行政业务助理艾尤西诺米古里。格全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米格林多米西马外多冷冻仓库艾布斯库米古里。한아파트나나기타아마나카리와메아지하자도노미다운사키자야아신봉인가시아마산토부안하이마다움움마리시부누나바타코마스바키토사이도안하이나마바사도카이민마스인이사이나시아아상토인후미산사이도안바시나바나而且，多跟新生来新闻，加比你越多时间了，加你就那个差一线。啊，但是把亲人，但是同几个人对着看的买的新闻，来就那个木浪多，木大孤单啊，期待啊，下海多出。新闻会变看下个，唔识在克拉文尼达，有人会一代大王，有人会累积，可在那个。yon ko kankan kani rup usas si mo israson ni ta yon ko lang ko chinwanan pinjian ko lang chinwanan kani uji Hang iti ni Huadong Zongku啊，那画面上，咩咩杂案，以及各种咩杂案啥，阿巴鲁玛阿杜杂杂案，阿古里丹阿弟弟盖阿巴鲁，啥乌沙巴达麦杜拉古吉达麦尼埃，啥伊那尼盖那阿弟弟盖阿巴鲁阿面上，马达老多年乌阿古德，啥阿波沃约古德米阿古尼卡斯拉诺努巴鲁，第二呐，伊不送爱那农业改良场，啥乌扎加伊扎乌加麦尼埃乌努冰块阿古里。阿巴鲁施主花哈那奈萨萨苏马登托尼阿巴鲁玛萨埃扎萨乌巴鲁海多阿巴鲁吉纳马黑奈萨乌香香粉云韩国尼邦安安萨萨萨阿米萨南斯巴达阿巴拉巴丹萨马兹巴尔多吉纳马黑奈阿巴鲁萨安努阿耀萨阿萨亚达罕多阿萨巴达伊扎蒂尼巴巴扎卡因多巴鲁哈那奈萨瓦阿吉罕努卡多达伊萨阿巴扎卡因萨伊扎乌多吉纳乌拉祖尔那阿吉罕达。伊今年花东中谷一大笔阴暗怒杂战，是爱家啥西巴鲁多，是那马明多阿米拉个啥，是巴西巴鲁马多多年努巴鲁，杂杂南阿古里丹努巴鲁，噶巴带着阿米当阿米阿姐，是维尼那今年一部苏爱农业改良场阿米研究啊，达的冒是我们今年马啥马黑子。哎，那看来新哈那奈，明年那始祖阿巴鲁，咋都三米三公里阿米研究阿米改良，哎，咋米三奈咋在阿巴达那布拉萨，马拉西顿哈尼给你巴鲁马都明年咋在阿米三奈斯巴达巴拉巴丹，咋阿西巴鲁都咋亚巴鲁咋我们今年有苹果阿古里咋。阿努马兹巴尔吉尼扎是邦西斯阿萨那根，吉纳马尼阿巴鲁海阿巴鲁，邦安安和台东一号香粉云和古安安。这样营造的时候，很像一个粉色、紫色的一个云朵一样，非常有层次，那也相当梦幻。那所以我们取名叫做香粉云。萨卡蒙萨吉纳米研究阿达茂，阿巴鲁海阿巴鲁香粉云和那奈阿巴鲁萨，噶。八班扎阿吉恨伊少姑娘孤立的扎，三班扎阿吉恨伊莎莎努吉拉的扎，往西莎莎阿三的根，三巴鲁玛多玛尼的三玛亚水，玛亚水阿扎古阿扎，三噶巴莎阿亚
大汉过年把大概给你拉入，给你一把沙把大概都喊喊难。那单株的话是跟蝴蝶兰来比相当的平价，像蝴蝶兰大概一株成品可以卖到150。因呐，阿弟弟该阿巴鲁巴鲁万啥，一定你一开始那万古沙巴，但麦多年乌拉拉，哎呀啥，麻辣金多只，啥阿诺阿幺，阿诺个巴古尼比外销给咪，阿该乌沙比外销，那么到台湾多年乌巴鲁，乌巴鲁还阿拉做多，其中一个咪沙卡姆外。也提在一部送大鸟汉娜奈安尼亚若，啥呢？大巴努世界展望会管理，啥？把大家都买嘞啊！阿巴鲁马那扎加拉古汉娜奈阿拉嘎嘎瓦买在还干那，而且很大。我们现在阿米廖啊，在阿巴鲁马度年乌乌马汉娜奈阿拉嘎嘎瓦在。我们明年台湾世界展望会，阿尼把大家，我该的汉莎阿玛拉拉做努尼亚做啥，是吧？阿伊莎莎，我该加过阿多年中国医药协会，阿伊奈古勒德，是明年我有机古萨巴鲁马莎，我努来来阿多奥古萨巴鲁马，明年我就买，阿多明年我绿豆阿多迪波斯。都路啥？阿诺米啷个做啥？后年有协会个咪咋个样？啊，啥啦？养生还能两个干嫩？啥？有马路街啥？伊朝都伊朝古巴鲁买多年有大翁，阿多年有古古阿多拉美，有啥把啥个呢？你荒废的农耕地蛮多的，所以当展望会提到那个农地复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产业，对。那目前就是先做这个，做一个第一农场在这里，它变成一个，也是我们的教育学区，把原生种子，种在这里，让部落的孩子知道。乌萨盖的汉萨阿巴扎卡多尼乌拉佐诺尼亚若，扎廖瓦纳扎阿马洛克，马内阿尔卡卡瓦，扎乌萨巴西巴纳多尼亚若，埃扎扎。我们呢，乌托基多古萨巴里皮达努协会多米古里埃萨啊，那么加达泰纳努尼亚若埃萨那多罗阿芬加加乌马乌巴巴鲁马安埃扎萨阿祖努圣多米吉林多埃扎多尼亚努巴鲁海阿扎在阿古布乌古斯古尼巴鲁马萨。那目前的收成在40-50斤这边，哎，那医师这边的需求是500以上。对，所以相差很远。那我们现在在做这样的努力，就是已经开发第二农场一甲地，应该是可以应付他明年的需求。我们认识什么个人们？阿米啊？马路来？马路来是那个哪来？是那个来？叫松松啊？另外呢，在阿巴鲁马那呢，阿尔卡卡瓦，卡托库阿伊扎，啥啥在多阿米扎，多罗阿布拉萨。我噶多带啥？内地大呢？特别阴暗，阿咩阿些？啥爱啥啥？咪里希扎多？阿巴鲁马？啥？你噶乌巴拉格呀？咪给他咪里希扎爱？那营造员啥？卖的多？爱造多姑娘乌？马萨卡巴海阿咪里希扎？阿巴鲁马？啥那啥？再个巴鲁马阿达阿达？阿咪达姆奈阿巴扎盖啥？我阿努马林阿多阿扎爱啥啥？你噶？乌尼亚族爱啥买的多，阿努阿要啥，阿乌尼亚族爱多民古，米萨卡卡瓦，米萨卡卡瓦外啥，其中一个米萨卡姆外。还有一把大的乌尼亚族，下面我们呢乌萨百姓，还能来阿拉做这个大嫩，个叫也桃园复兴乡啊卫生所，啥我们现在都有电子病历云端系统，还能来。都路都阿咪啥个巴克的买来搞哦，你讲买些咩啥啊？巴提人都买些啊，巴都管啥？啊，伊照顾买咧网络宽频还能来，叫阿努伊那耶，一定伊那照顾买咧有网络宽频啊，伊将他加，那也是很大。对啊，复兴乡汉南奈啥，一直在桃园县，这在古牛山地乡汉南奈，百年一定的比例不多，一直在啊啊巴巴拉基，啥等等啊，那一定的以1998年，定的以行政院卫生署啥，依照都古比巴地人，一直在干嘛？现在一家医疗资讯系统汉南奈呀 ，HIS 啊对呀，医疗影像传输系统汉南奈呀 ，PES 啥，我们经过那努力啥，那啊要啥，我们其他都待在古米国海外，安啥咱们了其他都啥不要，安得啥不一新其他，啥一只我们都呀病例汉南。
那那啥，蛮面乌尼都古啥比啥个个哇哦，啥一阵嘛嘛，个巴都爱在古尼乌，乌电脑都爱在那面古啥比啥个个哇哦，你哒，百年在那巡回医疗还那那阿都要病例在，每年都古啥比个个哇哦爱在，乌干木诺主任诺一定要有卫生所诺复兴乡啥，一定要也嘛巴达达呀三光村还那那啥，在个个巴古尼乌宽频一定在啥。后山网络频宽问题会比较容易会遇到的应该是 PACS 跟 HIS， 因为它会要传输的是 X 光片，或者是一次我们出去巡回医疗的至少要三台笔电同时去跑，那个频宽才会有限制。一个比较深入的部落里面，它的频宽确实是需要再改善的。萨卡穆萨个电脑专家，五年了政务委员及张善政，萨卡穆萨跟现在在古尼乌被说古尼乌问题上，萨按五年萨都乌干木那卫生署长阿杜亚吉政务委员，萨卡穆萨现在萨五年阿卡瓦格兰甘都阿米萨卡巴，萨海卡巴都古卡瓦努伊只抓哎马巴达代啊改地着案。我想后山哈，这个可能是要必须要再注意频宽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也张政委也来了，他也是这一方面专家，那我们会集合很多的专家一起来把频宽的问题再解决，现在已经都进步很多了。怎么样去把偏乡的频宽可以弄到足够支撑今天我们这种不管远距医疗或是病例交换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目标了。那一年1948年，一年一十一月，噶都过还在101年10月，都是啥？一年一卫生所，噶都我都过咪做干嘛？啥都买呢？那啥比阿姐都伊木浪，阿都打做做，哎呀比医疗啥？下面弄弄呢啊？咪阿姐喊弄呢啥？72317股单到，你该怎都弄呢啥？嘛总弄是过你58175，弄呢做，弄带着弄噶把呀阿比阿姐都你伊木浪，啥？为呢那18把按照古话路啊，呢做啥？嘛嘛把他把打。伊说：“哎，这是我尼父亲想，可是哎呀，我阿爸的人，啥还个爸个，过年我搞我啊，个都管阿要，阿都一做做，哎，阿娘做啥过家务，只一米过，咪啥家务哎。”买的阿米，你做做对这个地呢，不要安那奈啊，啥百姓阿拉做哈那奈啊，啥买呢都云端化。购买过啥比刚刚哇？啥？伊那行政院卫生署啊，多年哦。今时候，桃园卫生局伊啥包都是阿布拉斯巴达阿德麦，一定哩以桃园复兴乡卫生所咪记者会馆哩，把该哩内部不用爱买呢，我啥百姓阿拉做哈那奈买呢都云端化都，我啥比哩不多呢，我啥嘎嘎办，我这边呢做爱啥那奈，买只爱哈干那而且很大。带着一点点复兴乡护理中心，他都我只带着，什么阿姐姑阿弟娃娃一点着，阿杜爸爸拉给我弄一点点拉拉，阿姐汉莎我那一点点一点点行政院卫生署阿杜桃园县政府卫生局阿当啊当到个带着哎，一点点一三八都是哎十八带阿德米阿点一多应复兴乡卫生所啊，马拉扎不管你一点着，把你对你医疗资源还能来搞哇，阿杜把你一点点化云端健康护照记者会管你一点着，啥大灯啊为你阿搞哇啥，百年都一笑。你资讯还能来搞哇？阿多，噶拉只在努力有技术，阿多啥比例不？啥阿多买概念一点点，一点点电子病历还能那样云端化还能来观念啥一点点嘛？把它那一手啊，你要做啥？把概念一点点卫生所啥？阿妈拉只在都跟你有搞哇？啥股干木？这个电子病历呢，可以说如果连接起来呢，对将来原乡呢，就是整个让远距的医疗呢能够更发达，让这个。远方的这个，比如说，卫生所啦，能够更活化起来，那对于病人的健康会更好的照顾。一点点一年做爱那面阿达的猫啥，俺带你点一米米金啥，一点点一百度观啥，俺做到那多尼物同意书啥古干木的，噶把阿妈阿拉古尼有病例，阿巴带着一点点一行政院卫生署，无卫生署都巴带着爱点那病例，一点点那142啊，拉拉布努尼那。八德官，啥他等啊？哎呀，都一手过你啊！米阿姐还多你阿哥哇，呀，米塞当都米木拉歪多你哦，哥哥把努你乌吉努米哒，对啊，俺在古早那阿哥哥哇完啥？八德人在一点点卫生所，卫生所都把苏巴那爱多嘛伊木拉爱，拜你多你阿哥哇啥？但能都给他在个带着一大把去，呀呀啊！八德官。现在如果有电子病历，医院端又可弄上去的话，我们是有绝对有权利在病人的同意之下去。卫生署在弄电子病历已经一段时间，但是都仅限于医学中心、城市的大医院，那没有基层包含卫生所或诊所去加入。那诊所就我所知这一块，诊所跟卫生所我们都近期就是第一线，就是希望能够往基层下面去扎根。
我们那把打开了那卫生所，阿个我多年那医疗医院喊了那，我把个电能对一烧多年为人家做爱阿达的猫，阿把你多年那电子病历喊了那啥个把多大家做啊那啊把的关，嘛阿拉古尼那治疗啥个感冒啥，乌萨个个把乌萨个走路来农民大阿把一心古尼阿个我只一米古米萨个母爱。喊我萨基扎亚阿比那扎丹在喊萨马丹。那是多过你，米大部一点的帮帮杂汉，叫马老不是多过年乌拉拉阿弯多努力，在以二零零七阿米三年新安安多过萨基扎亚，叫马比你多阿米吉林多努来来阿里新汉那来，买在那努吉拉爱阿大哥，啥每年爱多啥，但阿大仔去带点的买一波了，阿米阿是嗲，马萨卡派努提着爱阿米大哥，搞哇那阿是很大。Suni na satum tum satum semsa atengilan. Iti ni iliu liu no niazo no maibol. Winya iti ni ikaling kuai. Iti ni ikuhkuh no uhe chun a adiwawa sa. U sananala no sakat nem sa. U pinanama no ni. Wahamin na mi tumtumai a adiwawa sa. U sakijaya na min a adiwawa.过去我们并不知道说萨克扎亚有木鼓这方面的那个乐器，是因为透过那个国府里有一个耆老，他在那个文化园区教他们打木鼓啊，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哎，原来我们萨克扎亚有木鼓这个乐器，然后我们跟他们要了那个录音带之后，然后我们透过那个录音带啊，让那个请那个大专生帮我们弄一个鼓谱，然后我们照着那个鼓谱去练习打，之后我们就几乎每个礼拜六我们在广场这边教小朋友打木鼓这样子。马伊扎杜吉伦沃斯卡古乌瓦瓦努麦布赖，有时候打的时候节奏会不一样，就会忘记整个的那个拍子怎么打。乌尼那米咚咚麦阿阿迪娃娃努麦波尔萨，娃娃那米努伊迪在麦波尔萨，乌皮那那努尼萨马达布西乌图古兹在阿米扎安，他等啊伊迪尼伊卡萨乌波安图努伊扎扎埃安尼阿卓萨，阿图乌皮温度盖努伊迪尼伊扎图达丹，马阿乌那米吉那米咚咚麦阿阿迪娃娃阿泰扎阿米咚咚，萨伊那阿幺阿米扎安阿拉鲁奥萨。Iti ni ipipalamalan, mataku uskina adiwawa atay za ami tumtum. Mahitato u wawano sa kidayak ako, ima ifol kulumawak ako, jibaki ako cikulas,
几百阿姑几礼包，哎，马勒扎布多吉达，这个意思是召集族人来到祭典中参与活动。他们也很喜欢表演，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方面是感到很高兴，因为以前从来没听过，之后说有木鼓这个乐器，然后我们很希望说我们的小孩子能够学习，然后代代承传下去。好，马拉木嘎古啊，西吉古，古尼乌阿迪娃娃，杜尼乌吉古兹努米达乌比纳扎丹，阿米东东杜尼乌努萨巴阿尼桑阿安啊。伊蒂尼娜咪咚咚麦阿阿迪娃娃诺麦伊波勒萨，伊朝奈咪朱达代伊蒂尼阿迪迪埃阿杜国中，萨咪基罗管尼杜皮巴苏巴纳努塞当阿咪咚咚，萨姆阿吉汉努米塔蒂纳萨咚咚阿杜卡西吉古纳阿迪娃娃萨，伊蒂尼伊拉拉布纳苏尼纳萨咚咚吉达阿玛蒂嫩杜纳亚瓦因巴巴拉基埃纳阿巴鲁卓努尼阿杜蒂嫩努尼。伊米乌盖兰顿米苏里代米萨西爱，喊阿巴斯纳拉吉达阿玛纳加里阿梅阿吉哈萨多努米达努萨克萨亚阿新蒙。红人节好，阿弟还喊我爸爸一年，阿妈呢那个哈今年，阿爸一年啥个过啥个，奶奶到了马明比红人节安，奶奶到了阿幺他把说那个过爸一年他，妈妈那都在伊拉，啥个过都还都还都卡巴还啥个，啊，一年过了嘛过啊幺九伊在伊拉，马天呢风干侬家咪，把，咋个过风干咱阿幺，莫呀过上上下下。Kau hak vai vake kakak, ina mama sah. Icha cairak kapah awak ya, kalau mak hata kekupa ini akhirnya saka kau mih tata cairak kapah. Han ulati minzu kinas.墨西哥大的猫，萨马纳莫古巴勒中的尼萨，马纳莫多阿西扎拜古尼，尤木干萨，马纳莫阿西扎拜萨，乌萨萨南多阿冈芒古萨萨冈木安，芒尤木干古尼萨，马丹纳斯，马拉布杜卡拉胡干萨，阿杜萨达杜干，伊达马哈明阿马拉胡，萨伊扎萨马苏马杜伊萨古吉代，阿马苏马杜古马尼阿歪歪，乌吉干哈那奈杰米乌拜苏杰米，萨马提能多明吉达萨。Mahine u kat utuk mahine umi sampa na itiza sama linga tutu tiza sa itapi ingan nuzaza amukan sekarang kamsa mabesuru tuku na ubili ata iza sa ikakulian ata rumah sa misa kakawawasa tukarahukan mahit sa kaya kun kasumat na ajihenta.
我呢那墨西哥啊，达达马，什么达达马，现在我拉丁民族啊，达达马，什么呢？莫可能嘛，啥苏卡莫阿马尔扎拜，马尔布多阿努木干做啥？咪啥啥卡莫多阿多岛，啥马尔布多丁尼卡拉胡干，啥阿努杜萨达杜干伊达马哈米阿马拉胡，丁尼首都墨西哥市哈那奈亚达吉纳巴提亚麦，啥卡杜可以斯巴代库杜基啥？巴扎那奈在汉萨亚岛基啥马拉胡奈，马尔布多阿努卡杜库汉杜库杜周末哈那奈啥？Carajo cansa, sádame as a Malajuc. Esas de 15, 16, 17 personas, se están casi todos 3, 4 horas o más. Y tiene la en Mosica, acabaosa. Carajo cansa, tu sata tu que, y te amahamin, sa un mahiniai, san tini pis mi culiai, mi sampana atadmaosa, inaya, inaya satuka mahiniai, sa u zikan hananakem, paisu kemi, sa aiza sa.Ay, si kuto no pilipayan, iti a malaliklo, a masa upo at usabay, a marahok, a masa sukamu. El lunes, martes no salimos, no hay reunión de comida o de cena, no hay nada, simplemente es trabajo. Fin de semana ya viernes o un jueves es cuando salimos en grupo y comemos para amenizar la semana y pues que descansen el fin de semana.哎呀，那墨西哥我们上班的阿达达猫，噶拉好干啥？底下属于特别应该努办公大楼，伊在在阿木干，在在在在多木地上阿木干，马明多啥噶拉木干啥噶巴哈啥啥阿玛那，噶我们那点伊在在那阿噶干那阿阿玛那噶啥啥马不走都过过年哦，比利诺咪上班来啥，我也底下巴啥干啥，阿巴爹买啥，乌拉拉布阿米努鲁马。Malada itu za amsa kakawau sa dedumi asa masuma tu kunya umeniu. Los guisados me llevo aproximadamente de 4 a 5 horas y en la mañana son este igual 5 horas para hacer milanesa, chile rellenos y lo poco que me falta. Mahinya nulai lai ya iza zanai apa tiap masa kita saya amukan sa makala tu tu tulu sepat numejin sa.Hai, makin aku kupai su asu asakanen. Sa umah dia misam panai atas mau. Kalau mukam sa, mampu surtu kunya ubili. Kalau kan sa, amisa kakawawasa. Umah ini aku kena mohana nai amasa upu. Sa matenai sa, malahok hana nai sa. Aitiza sa tuji kunu pilipayan. Sa, amatia malali keluh, amasa upu atu sabai, amalahok, amasa suka mukia. Sidungi kumisa kamuai.Hang ita usak saya kami ubabalaki numita sayo taumah ma malok sa tabuyo mi buting antan ta teni ibayo asa mi buting ibuya asa mi sasasanan sa sa mi diput mi dadi mautunian wadi wawa ubabalaki kami mudade utu hang sa mi kukai kakutu katudai sakapantuku uji ping an hemawun hoinaluan灰那路弯咿呀那咿哟咿呀哦，灰那路弯那咿呀那咿哟咿呀哦，灰呀灰那路弯那咿呀那呀哦，灰那路弯那咿呀那呀哦。灰那路弯那咿呀那咿哟咿呀哦，灰呀灰那路弯那咿呀那。好不等啊！阿奶，你
이렇게 아내를 찾다가 아까 사양고 하고 있어. 그러면 아 아내가요. 가니가 구연야 라키 네링 드기야 루 무코얏 무코아스 마키호간 케야야니가 슈냐 바달루만 아나무치나누가 이니냐 융이 아코야야나 야야 真的不是我 不用，你在车上可以吃，不至于很冷。给。那是你跟你爷爷说了没？你跟他要的嘛。在谈恋爱哦，不知道算不算。妈妈又来帮我加油。恋爱到底是什么样东西呀？像谈恋爱啊？爱情总是为了盲目的嘛。人世从开播以来，一直以知性、人文、多元、缤纷的内容。 展现原住民的文化风情，多年来我们走访山林海洋，深耕部落田野，让文化伸直绽放，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原是在族人的殷切期待下，战战兢兢的开播，透过媒体传播的方式，文化终于开启了一页新纪。原这个字是我们的开端。 也是我们出发的原点。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必须看到真正的自己。2007年是个崭新的年代，我们褪去了原来的面貌，用新的思维和行动来展现蜕变的决心。蓝色的海洋，黄色的大地，洪荒中展现的生机。于是生命是绿油油的草原，我们的血液热情澎湃。 圆融了整个宇宙的脉动。过去我们一直深信，用心就可以看见部落美丽的容颜，听见原乡最和谐的天籁。为了要更贴近族人，我们走入部落，将视角拉回了原点，希望让观点回归于部落。于是，2008年，我们从部落出发，我们也要跟世界牵手。 在2009年之际，原氏和各国原住民电视频道共同结盟，组织广电联盟 WITBN， 期望借由和国际媒体合作分享，携手开创原住民媒体的新局。我们从部落出发，昂首阔步，牵手一同走过，为的是要向全世界展现我们丰富的人文特色。 要从世界回观美丽的宝岛福尔摩沙，原住民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自然、永续、互助和分享，朋友就是我们的财富。2010年，我们的分享文化让世界都与我们一起牵手，分享我们的歌谣、舞蹈，分享族人的真挚热情。从西河奔流入海。 从日出直到日落，山林舞动的雏音，不仅承载着文化的灵魂，
也洗炼出原住民强韧的生命。这些来自大地的乐章，让岛国的原音成为世界最感动人心的力量。不论你来自何处，不论你究竟是谁，只要你走入原乡，你就是部落最好的朋友。未来的原始要用更宽广的视角来探寻土地跟我们的关系。原始是原乡最好的朋友，而我却拥有最好的朋友你。古努力心啊，好赞古努力安，古努力安努米拉好伊，你去哈提爱多维纳多阿曼努米拉卡米萨拜巴。Atau cipanai hoi marah cicaya iku tayar nangra marah cicaya iku bitiri nangra mati ya uang malika kai cangra cangra hoi itini ai itu kai a masa sifana cangra nao hani uterus lo mis amisai cangra Bahan-hanan cangra hui, ciri kuat tu cangra tu yano bisa amisai ali kuat hui, para cecai ku bisa ramah nangra. Cangra a mirarakat amanak. Ukasasi urah nangra matia ung ayay at tengiran aralio. Utasawi sang numakuhawi kiso. Ni dansin, yolu, kongju. Yoko weichen de xin xingwei rang ni xinjong yo fudan. Ni zhen de kei fangxia.这些害怕沉重的让你喘不过气，艾滋早期发现可以透过治疗来控制。及早做艾滋筛检，面对自己就是爱自己。艾滋筛检，爱自己多一点。而家你哋收听嘅系最有味道嘅原住民广播电视台。从清晨到夜晚，从乡村到都市，每个路口每个角落都有人默默坚守岗位，为民众的福祉社会的安全贡献心力，无怨付出。他们的名字叫做公务人员。101年公务人员杰出贡献奖。